烫伤。那我俩帮你挑那个吗？嗯，要不你俩想我不得搅吗？对，你俩想学吧都来。我会，你之前教过我。你姐会了，佳楠估计不会。嗯，佳楠一会儿上手试试。搅吧啊，搅一会儿它越来越稠，稠了再加点少加那么一点点水。好煮是不是我泡的有点时间长了呀？先捞豆皮儿。你看是不是有点糟了？糟了。嗯，泡的时间长了，应该不泡直接煮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是不是？嗯，看着好软啊。嗯，要啥快加。一涮就行了，嗯，就是一会儿一涮就行。咱俩吃火锅，嗯，也不知道我爸吃没吃饭。是，我爸肯定还吃饭了，就是凑合吃呗。昨天我还给我爸打电话来着。嗯，说啥了？想他了呗，跟说聊了俩，让他回来，他说。年底特别忙，不敢来回跑。嗯，来了怕回不去耽误事儿。嗯，你爸要带上咱一家四口是多好。对，这天你看，你俩想的你爸。
那海带也能吃吧？嗯。没事，等爸聚了一块儿，对，再涮是吧？嗯。是吧？还有羊肉呢。嗯。就吃这一份肉，我反正饱了。嗯，咱能多吃点。你俩今天又是洗菜又是摘菜的，忙活半天，你俩多吃点。嗯，我就差不多了，你家奶饱了。我也快了，差不多了。家奶再吃，家奶比你吃的多。嗯，吃吧。吃动了，感觉就吃了一份肉。嗯，还有一份呢，不要。有一斤肉，就那一盒。嗯。然后你饱对青菜，我也差不多了。肉实在，一吃就饱。咱们仨没法，咱们仨吃太少了。嗯，慢慢吃。